欢迎来到我们的民进评论节目。今天的新闻真是精彩纷呈。首先，我们来看看英国工党领袖基尔·斯塔默的移民政策。作者认为，斯塔默通过打击犯罪团伙来阻止移民越过海峡的计划不切实际，甚至可能导致富裕地区成为避难所，引发更多问题。接下来，我们转向美国最高法院的一项新裁决。法院决定，在欺诈案件中必须允许陪审团审判，这对证券监管机构是一个打击，可能导致公司不法行为陷入漫长的法律程序。最后，我们关注到美军在非洲的新动向。美军面对在非洲的多次挫折，正在寻求新的西非伙伴，以重新建立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每日电讯报观点文章指出，目前正值英吉利海峡移民过境的高峰期，尽管尚未到达最繁忙的季节，但今年已经是一个丰收年。本周已有七艘小船抵达英国南部海岸，带来了数百名非法移民。上周单日就有882名乘客成功抵达英国，每个人都给英国纳税人带来了巨大的经济负担。很多移民故意不带任何身份证明文件，这让人们无法确定他们的真实身份和目的。尽管一些移民可能是真正需要庇护的难民，但大多数人似乎并没有高技能。文章批评工党领袖基尔·斯塔默的计划，认为他打击非法移民的策略不切实际，无法解决问题。斯塔默多次在选举辩论中拒绝明确说明如何处理新抵达的移民，只是含糊地提到要处理他们。副手安吉拉·雷纳则透露，工党计划将难民更均匀地分配到全国各地，这可能会导致地方政府被迫接受配额，并建造额外的住房。路透社 Breaking News 报道，美国最高法院周四裁定证券欺诈案件需要进行陪审团审判，这对证券监管机构是一个打击。法院和监管机构都没有足够的资源来处理大量新案件，这一裁决可能会削弱其他机构的内部法院。2010年多德·弗兰克法案赋予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在内部法院裁决欺诈案件的权利，这比将每个案件提交联邦法院更高效。SEC 在内部法院的成功率约为 90%， 远高于联邦法院的 70%。但这次裁决可能会导致企业不法行为在漫长的法律程序中被拖延多年。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在判决中指出，这一决定可能会影响其他使用内部程序的机构，如社会保障管理局和联邦能源监管委员会。法院之前在2018年的一项决定中已经调整了内部机构法官的角色和权力，但没有大幅增加联邦法院的司法能力和监管机构的法律实力，结果可能会导致更多案件被忽视。外交政策报道，美国军方在经历重大挫折后，正在非洲寻找新的合作伙伴。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CQ 布朗将军本周访问了博茨瓦纳，与非洲军事指挥官会面。这次会议标志着美国首次与非洲国家共同主办年度会议，也首次在非洲举行。这反映了华盛顿意识到需要改变策略，与非洲军队建立更平等的关系，特别是在与俄罗斯和中国的竞争加剧的情况下。美国在西非萨赫勒地区的反恐行动遭遇了挫折，多个合作政府被推翻，尼日尔的政府也在去年被政变推翻。尼日尔的新执政者要求美国撤军，转而加强与俄罗斯的合作。恐怖组织在萨赫勒地区的活动也在增加。尽管美国在战术上取得了一些成功，但在战略上没有显著成就。分析人士认为，美国需要重新审视其在非洲的反恐策略，并重新分配军事和外交资源。布朗将军表示，美国正在寻找新的合作伙伴，以重新在西非建立军事存在。CSIS 五年前，香港的抗议运动吸引了全球的目光。这场运动由一项不当的引渡法案引发，成为香港市民对政府能否保持北京承诺的高度自治的广泛不安的宣泄。随着新冠疫情的限制将香港与世界隔绝，北京强行实施严厉的国家安全法，压制了城市的政治自主权，削弱了商业信心，导致成千上万人移民。今天的香港与2019年的香港截然不同。大多数政治辩论被压制，活动人士和反对派人物要么逃亡，要么入狱，民间社会被吓倒。然而，即使在这些严重的挫折下，香港仍然比大陆城市自由得多。互联网几乎没有受到限制，宗教自由依旧存在，
媒体相对开放。与此同时，香港的自由市场经济和金融体系基本上像过去一样运作。为了在香港回归大陆后保持其独特性，美国在1992年通过了《香港政策法》，为促进和保持香港自治提供了法律框架，目的是通过不同的对待方式让香港保持不同。面对2019年后自治的削弱，美国终止了大部分这种差异化对待，并制裁了数十名大陆和香港官员，但效果甚微。尽管有成千上万人移民，大多数香港人仍然留在原地。同样，大多数主要的外国企业也留在了这座城市，将香港视为失落之地，无助于任何事情。美国的目标应该是支持普通香港人，保护城市独特的属性。实际上，这意味着采取措施维护自治的制度基础，从香港政策法到独立于中国大使馆运作的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这还意味着为脆弱的香港人提供更多的安全避风港选择，让他们留在或迁往美国。但对于仍在香港的香港人，可以做些什么呢？建立城市教育机构和剩余民间社会机构与外国朋友之间的联系至关重要。首先是增加学生交流的数量，商业也扮演着关键角色。香港作为金融和服务中心的可行性，依赖于保持信息流通开放、政府透明和对法治的信心，这些都是自治的基石，正日益受到质疑。虽然企业可能不会公开倡导，但可以私下阐明自治如何有利于所有人的底线。保持国际商业在香港的意愿是市政府保持其法律和监管系统与大陆不同的最大动机之一。过去，美国和中国在促进一个稳定繁荣的香港上找到了共同点。这个香港既是中国的一部分，但在一国两制框架下享有高度自治。2019年抗议的规模和激烈程度让北京感到不安。遗憾的是，回应是通过强制手段，而不是对香港在1997年后能够在北京尊重的条款下繁荣的信心。随着世界纪念香港抗议的5周年，人们倾向于回顾过去。相反，香港的朋友必须展望城市的长期未来。美国不应试图再将香港视为大陆方面超过北京。美国政策必须继续专注于与朋友、伙伴和香港人自身的互动，以保持城市独特地位的残余。简而言之，不同的对待方式让香港变得不同。谢谢您的收看。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更详细的内容，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订阅各种简报，网址是6dobrief.com。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Great Dragon wakes ancient streets, beating change with modern beats. Cities rise and towers peak, new dawn breaking bold and sleek. From the Great Wall to Shanghai, commerce moves as kites fly high. Tech and trade, it's all at play. Future shines brighter every day. Great Dragon rules change, the cosmos in strong with mighty force. Make their plea, voices blend in harmony. Policies for growth and peace, ambitions never cease. Dreams of silk and digital, bridging gaps from old to new. Fortunes build and bonds renew, nations strengthen, bold review. Traditions hold, but minds explore. East meets west and knowledge door. Complex world they navigate, China's power demonstrates.Shanghai, progress moves as kites fly high. Tech and trade, it's all the play. Future shines brighter every day. Great Dragon roars, shakes the course. Marching strong with mighty force. New era, new way, fast-paced day. History made in bold display. Politicians make their plea. Voices blend in harmony. Policies for growth and
politicians make their plea. Voices blend in harmony. Policies for growth and peace. Ambitions never cease. Dreams of silk and digital, bridging gaps from old to new. Fortunes build and bonds renew.